有很多人私信我说，为什么现在 Tina 的视频越来越少？是因为 Tina 身体抱恙，不得劲儿，不舒服。因为什么不舒服呢？长期熬夜，奋战他的游戏事业，导致身体不好，很多地方都不好。我就是要吃 Rose and 吃好吃的。这么多年我不吃好吃的。这么多年不吃好吃的，那我钱都去哪儿了？买的都是啥呀？哎，我也想哭，真的。Tina，要是能去俄罗斯的话，我真的我花点钱都让你去呀，回去吧。我心也累了，去吃好吃的，去玩好玩的，还能和你的朋友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心里边就是想这个呢，我都没好意思说什么朋友，哎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刚不是眼泪都转，眼圈转着呢吗？这张个大嘴，仰天长笑，你不我真要是啊！给你唠嗑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别的没有用，早睡觉，好好吃饭。那你早上直播不是完全直播上不？我直播跟你没有关系啊，你也不直播。我还是这句话啊，缇娜，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必须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，休养，养身体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咋的我都不管你了。你自己睡觉，你不用管我。必须的，半夜必须得睡觉。你管好你自己得了，这个睡觉那个睡觉的，就你不睡觉是不是？你我们都睡觉，完你不睡觉，如果有人不睡觉，我可想睡觉。那净找理由呢？我最后说一遍啊，你必须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如果你要是不按照我说的来，我打半天小我就告诉你，是吧？以前我就告诉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你要是再不听我的，你就真回俄罗斯吧。这不是好吃的吗？难整。